葱油烧饼。这油是不是什么菜油还是什么菜籽油是吧？大豆油。大豆油。大豆油里面加面粉是吧？对，加面粉，还有盐。还有盐，哦，还有盐。要几颗？90颗，再拿90颗，90、20颗也可以，多一点。把它揉揉团，要把它葱都包在里面。豆油是吧？对，大豆油。刚刚好啊，刚刚好。刚刚好白芝麻是生的还是熟的？葱油烧饼。葱油烧饼。香港的，香港这边没有这个饼。那是哪个？两个这个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盐。哦，是要放松。现在要放松。别人就得找一张扇子，那扇杯子跟那纸纸的互相都难看。
最多可以贴几张？贴40块钱。40多块张，哇，很多。葱油烧饼。你这也不错。